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340集的播出。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播放一首歌《地藏菩萨的赞记》。那么呢，我们的投票结果刚刚已经公布了，结果是一号票获胜。嘿，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哦。我们祈请根本传承大家觉，祈请大愿地藏王菩萨，祈求本人尽心力，无尽佛增大慈尊，南方世界永相。我今素知生。
农历七月份唱诵，好，再来，再播放一次。
会，今天是第340集的播出，先把音乐关掉。嘿哇，刚好许金贴出来第三经一本，对不对啊？苏先生你好，高丽丽，然后现场还有哪些 Carol 外观啊，丹丹调，洪瑶云，这个会稍微摇一点哈。哦，这个 Alice Dan 这歌很好听，对不对哈？张妙柔，这个昨天有调好，今天好像会抖来抖去的，这样会不会比较不懂啊？再来，Joho Singh 啊 ，Christine Go， 然后一手按住好了，可爱的小老虎。其实这个猫叫白什么猫的，台湾的那个卡通啊 ，Angel Lin 啊 ，Abby Lin， 吴秀吉、萧佳宇啊，陈林真。啊，那个 Liu Singo 哦 ，Go Lily Alice Dan 啊，开心上读书会，对对 ，L A W S 啊 ，G Y 六啊，张素珠是这个回向 P M 2.5的哈，上师心咒，那个5900遍，对不对？好，Grace Lee 花太郎，哇，我是不是要拿一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摇，这个书签给它顶一下，看看会不会。比较不那么摇，现在又不摇了，好，再给它停一下，不管了，好，再来，还有那个谁 ，Sandy Go， 李雄汉，张素珠哈，然后黄传义，俊雄，黄静怡 ，KCNG， Shirley Lin， Diamond， 哇哈、啊，那个那么多人上来了，你有没有看到？来看这边。啊，推了台湾的白什么猫啊，那个字不大好听的，沉默。好，流星go 啊，这个是大悲咒一遍啊，高王经常咒10遍，上师心咒常咒1000遍，真佛经一遍啊，然后还有谁 ？Alice Ma 啊 ，Yayou Jun 啊，流星 go 许慧玉、新 Q Lin、Lisa Jun、邱秀妹，哦，可爱小老虎、小花猫、小狗，啊，这台湾的创意啦啊。好，还有哇，雨欣跟亮亮，嘿嘿，白什么猫，嘿嘿，那个字不大好意思念，刘昌明师兄你好，梅莲师姐，动力根本传人上师，这个什么意思？好，然后还有谁？李妹青，好，看看上一集同门留言的贴文，同门讲李金淑说。师尊对真佛天空新闻台的赞许肯定。今天师尊在采用雷藏寺护摩法会的时候讲到说他在台湾，然后呢，我曾经帮他安排了一个餐厅，日本餐厅，本来生意很差，师尊后来给他改了风水之后，风水变得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进去之后后来惨了，因为。老板生意好到没空招待我们，这个是我真实见证的，因为在师尊的今天早上啊，台湾时间早上啊，听到师尊的开示，然后师尊提到我，心里好感动，好想念师尊，师尊你怎么知道我们都在想你呢？对不对？然后还有梦到师尊师母好，然后所以师尊对真佛天空新闻台的。这个赞许跟肯定是促成莲花童子的同心同德，所以这个新闻台是大家的，读书会是大家的，你看你们都选一号，共同精进努力的动能跟缘起是善的缘起，上师我们要坚定继续勇往直前，大家加油，所以贴了一只白白猫，请看这边，来看这边，Lisa Lin 啊，感恩慧君上师以开朗开心的心情开示师尊文经，祝你超越世俗劣境，更上一层楼，其实我每天都还很开心呐、不过有一次哦，在几年前有一次哦，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蛮伤心的，然后师尊看到我在伤心，你知道师尊讲什么话吗？慧君，你不是弹性很好吗？你不要觉得这什么意思，肉很多，肉的弹性很好。有一次师尊从师尊师母从美国回到台湾，那我们是当侍者的，哇，欢迎师尊师母回来回到台湾，
哎，就师尊看到我说啊，篮球上师又见面了。我想说什么篮球？后来师尊是说，哎，慧君的头像篮球圆圆的。Melody 说，师尊正佛天空新闻台一级棒啊，哎，大家都有听到开示哦，其实是大家一级棒，哎，那大家的共同，共同去创造这个新闻台的，是大家一起办哦。黄以璇再忙都要赶回来参加读书会，虽然迟到了，但还是赶上了，超开心。黄子斌呢，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到马哈双连寺开读书会，好耶，将来呢，到马哈双连寺，我们一起来开读书会啊，把这个精神继续红传下去。我们马哈双连寺呢，有这个七宝行树。啊，八功德水有嘉陵平家啊，有念佛、念法、念僧的，对不对？圣鸟，嘿嘿，哎，到时候请他们全部讲师尊文集给大家听。好，王子斌哦讲的，然后 LBNG 莲花童子就是要守戒律才是莲花童子，对不对？好，所以大家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呢，以前我比较这个沉默，然后呢，反正什么事都无视，可是修行人呢？展现的这个，其实在我们弘法在修行的过程中也会展现不同的风貌，像师尊他讲叉叉讲了一年，讲了两年，嘿嘿，对不对？你说你能讲说师尊那里无事就好吗？师尊是为了慈悲众生，他做一种示范，那我们呢要把原则，要把戒律把它讲出来，不然哪有什么事情，对不对？本来就无事，可是呢我们很珍惜，大家都是修行人，来到这个环境，来到这个网络，来到这个读书会，我很珍惜每位同门跟你们的这种感情啊。然后呢，大家在看这个整个大环境的事情的时候，哎，现在的人是做贼的喊抓贼，说谎的讲别人说谎，偷盗的讲别人偷盗，哎，没有禅定的哈，讲自己禅定。现在的人讲话是颠倒的。可是呢，你要有具足雪亮的眼睛跟聪明的智慧，才能够把它观看得很清楚。哎，所以今天那个昨天读书会直播完之后，有一个同门他写信给我，看得很惊讶，因为他写说慧君上师哦，他一向非常支持这个正佛天空新闻台，然后呢，他希望在网络的世界不要滥用师尊的金句。哦，当做他自己发泄情绪的工具，不要用影射的话来当做自己发泄情绪的工具。那个人的名字都有，哎，我们都已经把他记录下来，不只是一个，还有好几个，也是有这种。所以呢，现在我们虽然无视，我们包容，但是我们不是要跟人家打架，而是我们要把戒律跟原则把它搬出来。让大家用雪亮的眼睛去看，对不对？你合法的、如法的，你才去哦。包括按赞也不是，以前都是看到图片就按赞，你们现在按赞都要很小心。嘿，虽然放了图片，可是你要注意看那个人他的德怎么样，他的道德怎么样，他的心性怎么样，是一种很好斗的人嘛，是一种喜欢发泄情绪的人嘛。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还要再给他按赞吗？嘿，讲的好像是很有道理，可是他在影射另一个人，你知道吗？哎，所以呢，我觉得说你要用智慧，这个时候就要用智慧跟这个你对师尊的智慧来去看的。好，好，再看哪个？哎 ，Lisa Jack， 每位莲花童子下降在娑婆世界，各有不同的考验，各有不同的体验，酸甜苦辣样样来，明白才能够得到超越。怎么样考验，我们都输给师尊了。哦 ，Janice John 啊，已经都讲叉叉一两年了，我看他也没想要改变，反而还做错了一大堆事情。所以呢，师尊讲叉叉，他会改变吗？我们就算是那个你好像很有道理去讲一个人，去骂一个人，难道他就会改变吗？你不要做这种想象了。我们在网络世界。哦，我们是守戒律，我们不骂人，但是我们要把戒律提出来，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原则。嘿，我们除了提供，我们除了遵守师尊的法教，还有戒律。嘿，师尊讲嘛，传承跟戒律两个都要记忆。嘿，
不是啊，无视了，然后哎，什么事情？你经过了，你经过了还鼓励他，嘿，哦，那个人已经犯错了，你经过了还用慈悲的方式去鼓励他，嘿，但是他是一直在发泄，哦，造成那个网络上的不平衡的，网络上的一种纷扰，因为最近有同门已经跟我回应了，哦，我会把同门回应的信件让大家看就知道了。那在去年前年这几年不断的有人也是去跟师尊师母报告网络上有这样子的事件，嘿，他们呢跟师尊报告是红着眼睛啊，用哭的，哦，他说在网络上被人家这样子等于是一种精神压力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啊，因为好像在讲佛法，可是呢是在发泄的，那这样子的佛法是对吗？哎，你们看看呢，哦，苏金丹，哎，李雄汉是这么经21遍啊，丢丢 soy， 嘿，你好啊，梅英，哎，你好，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的，第一次看到你的留言哦，以心哈，说去麻双年池开会，继续修法律跟政治，嘿，到时候哦，告诉你莲花童子同心同德，根本就没有这些。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到时候亮亮长什么样子，长亮亮的样子。 Christine Go， 24、25日莲花顺夜持了25000多遍的世尊心咒短咒14遍，真佛经42遍，长咒尊胜咒二部，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那今天念的6588遍啊，世尊心咒7遍，真佛经3遍，高王经回向 PM2.5 啊，谢谢大家，我今天的人上来很快啊，谢谢你们。Kenny Jew 啊，吃人看风水，期望有天能够帮你看，真的是哦。师尊今天在彩虹雷道士讲的那个那个风水，我亲眼看到师尊是怎么这样子指导之后，我亲眼见证，嘿，师尊离开了，那个老板按照师尊讲的去做，我们在下次再去看的时候，整间客满，嘿。老板呢因为感恩师尊给我们了一个特别的包厢，可是因为生意好到来不及招呼我们，我们那天吃餐吃得好辛苦，因为一直在等上菜，要恭喜他吗？还是要 不恭喜他吗？也是要恭喜他，所以你看师尊的风水有多厉害。好，再来就是陈振峰邱世利，哎，哦，苏生娟谭心儿，哎呦，哦，孙儿看到画画有猫咪好高兴，对不对？哎，就叫他上来看，哎，啊，丹丹丢看完经8遍，金母心咒1080遍，孙心咒1404遍，啊，陈金梅啊，陈义军啊，三世心咒10800哈，回向PM2.5的黄宇轩啊，这个看完经20啊，偏净天500啊，大救难咒216，三世心咒短咒1000遍，回向台湾水灾同胞吉祥平安啊，今天那个刚刚搬完啊，以心师姐她贴出来，对不对？嘉义是不是东石乡还是哪里啊，淹水第5天了，哎，这个我觉得你们哦有那种比较关怀性的新闻或者比较教育性的新闻哦，可以贴在政府天空新闻台的回应栏，因为呢这也是作为我们的教材啊，今天呢我跟几个同门在讲，我说以前师尊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是我每天跟师尊报告新闻，在台湾什么新闻，国际什么新闻，为什么报告新闻呢？我要跟师尊学智慧，师尊呢从新闻里面告诉我们他的看法跟角度跟视野，哎，所以让我暗中当中学习到很多哦，所以呢我们学真佛秘法，你要怎么度众生，你度众生不是说啊你来学佛就好，你来禅定就好，你来皈依就好，这个是很基本的，可是外面的人说哎啊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你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嘿嘿，哦，好像不关自己的事情或者很冷漠，哦，所以我们在学佛的人，嘿，你是要关心关怀社会，关怀国家，关怀社会，关怀群众，但是尽自己的能力，哦，那不要不急也不要太过度，嘿，好，再来就是所以呢，大家都关怀水灾的，水灾的众生真的很可怜，哦，那黄宇轩的，哦，Diamond Alice Dan，哦，来看这边，纷纷，哦，B
冰娟啊 ，Angie 连丹嘿，然后 Kelly Brown 啊，出现，白什么猫，那个字不好念啊，李媚清哎，好，再来是这个哎，Lisa Jane 啊，除了在脸书，并不会上网啊，我儿将规定哎，安设了情绪，只要手一按便能看，看哎出现看，所以方便用，好，廖金蝉师姐嘿。啊，还有这个诶，谁哇？这个新闻台的这个是谁？梅莲吗？丽珠哦 ，Elisa 哦，你也曾经暗赞，没看内容清楚就对不对？没关系哦，这个过去的我们就是把它当作一种经验。以后呢，你在暗赞的时候，麻烦你看内容，麻烦你去看你暗赞的这个人，他的平常的言行是怎么样？诶，是不是喜欢斗争的？喜欢这个发泄情绪的，那你这样的人，你还要再去这个按赞嘛？你自己看看的哈。好，这个是谁？哇，这个李媚清哎，好，李媚清是说《高王经》三遍，《莲花童子咒》108，《大金刚咒》108，《百字明咒》七遍，《阿弥陀经》一部哦，《大救难咒》108，回向中南部的淹水能够迅速退散。还有大家对于网络的那种和平和谐，如果你们有什么感想，你们有什么建议，希望阐扬什么样的戒律，好，我们在一种平和智慧戒律传承之下，欢迎大家写文章或者写感想，写留言给我们让我们来做参考，或者在读书会的时候帮大家呼吁，希望能够，所以呢，你不要觉得说，那个网络啊，大家骂来骂去，这个是很正常的，很平常的，嘿，别的人，中外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讲，但是我们中内的，那我们是莲花童子，我们是修行人，我们是真佛弟子，难道要跟外面的人一样的层次吗？又要学佛法，又要讲出话，又要发泄。啊，你这个是这样子在学佛修行嘛？你可以看一看哦，所以呢还是要平和哈。李佩桦刚刚那个谁是不是 Alice Dan 还是谁？Melotus 功课漏掉了，正魔经21遍，师尊心咒5000遍 ，SK Bone 丹咪固吴美燕哦 ，Moon Dan John Wei， John Wei Feng Ivy 哈，以心说有证据，我们就。不是要告人，我们只是希望莲花童子，各位莲花童子们，我们大家一起成长，在这个读书会一起成长，然后把我们的心灵境界把它提升哦。上师明明，明什么？还有那个谁，哇，这个谁，以心没有错。上半年我还知道有人在台湾雷当寺打架，这个就不用去那个了，哎。没有人会讲自己是错的，收金蛋，上师心咒短咒2400遍，百字明咒100遍，Lisa Jane 暗赞也要看内容，否则暗错也不知道，对，没错，有的人他在发泄情绪的时候，他贴了师尊的照片，贴了师尊的金句，可是他的标题也放了师尊的内容，我告诉你，放了师尊开示的内容，可是他是有情绪的，你知道吗？好。Lotus 慧音上师你好，听到笑声，谢谢再来每位莲花童子下降到娑婆都有考验，吴美燕好，高王经5遍，正佛经3遍，大经案咒216，十二经咒540遍，百字明咒33遍，剩半个小时了，心经10遍，大力金刚跟净鬼咒各108，李佩桦 AD Busono还有这个哇哈哈笑Benjamin Lin， 好，那么赶快讲今天后半段的故事，神鬼大惊奇，英灵铁汉话说师尊呢来到了玄冥宫，见到了水官大帝，水官大帝拜托师尊帮他找护法神将，那师尊讲护法神将哪里找，水官大帝说只要有正直忠义善行仁厚的条件不苛刻，师尊说这个条件很苛刻，现在的人很难找到了。水官大帝就跟师尊讲，哪天的中午5时，有一个人骑机车到中山路口，师尊把他魂勾回来就好。师尊说这个 easy， 我帮你。结果，
到了十字路口，中山路的这个路口，结果不但是师尊，还有很多的宫庙的神仙，包括我们瑶池金母的这个大鸾，是不是少鸾、青鸾神将、韦陀神将，好多神明都在找这位叫魏后的哦，要请他们回去他们的地方当护法神。所以天上呢缺公职人员，人间缺公职人员哦。台湾有甲等考试、乙等考试、丙等考试，天上的呢，嘿嘿。他其实在你一出生的时候，你在这一生中的言行举止，他们已经在考核了你是不是具足神格，对不对？所以呢还能够借由网络上在讲那些乱七八糟的吗？小心就失去了神格哦。那这个师尊就问韦陀神将，为什么一定要找魏后这个人呢？魏国的魏，后片土司的后，对不对？然后那个韦陀神将就告诉师尊，这个魏后本身是父母双亡，对这个养父母非常的恭敬，逆来顺受，兄有弟恭，而且忠义，而且对这个对这个公职，他担任公职人员，奉公守法，而且他还守这个戒律，不犯色戒。弟弟的太太来勾引他，他还给人家一个很好的教育，让弟弟的太太知难而退，能够洁身自爱。这种人师尊说啊，这个人已经世间上已经找不到这种人，这个是这个稀有动物，稀有品种，稀有的这个叫做什么？快要灭绝，濒临灭绝生物，对，透过那个我们凡间啊，我们这个世俗的凡间的那个名词，对不对？稀有濒临灭亡动物，结果这样子的人呢，师尊就问说，那师尊就继续问韦陀神将，既然是这样子的人，那他都已经素行非常的良好，正直无私，应该是非常的长寿，长命百岁，为什么又会恨死？这是上天不仁德吗？韦陀护法神他就告诉师尊，据我所知，魏后他会恨死也是生来他就注定的，因为他的前世有一世他是以屠宰为业，杀生的为业，这因缘果报是有大小轻重的分别论之，每行一世得一个报应，丝毫不爽。魏后虽然恨死了，可是他的英灵英雄的英，灵魂的灵，一般是鬼灵，但是他是有护法神的神格，所以称为英灵，他的英灵马上授予神职当护法神，这种死也不算凶残，反而是加官进禄，反而是升官的。所以各位同门，你不要以为说哇，这个反正做坏事以后再忏悔，做坏事骂来骂去，香蕉里的芭乐，葡萄里的苹果，骂完了之后回去忏悔，回去这个这个跟师尊讲，不是故意的，我是考验那个人，我看那个人怎么样讲了很多的理由。所以我听到有句话讲，骂人呢可以100个理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讲人家的缺点可以100个理由，要找自己的缺点呢连一个理由都没有，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哇，我这样子骂了讲了，那回去再忏悔再修法就可以了，就消业障了，是这样子吗？连韦陀护法都讲，你这个人在过去你做什么业，你这次还是要受报应的，还是要受报的。那呢我们刚刚在唱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啊，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矛盾既然有定业啊，地藏菩萨又给你灭定业在于地藏菩萨的空性，那个证得那个地藏菩萨的空性所以呢是不灭因果的但是呢你也不要想说自己
这个就算你修到师尊啊、这个今天在道国讲的啊，看到什么光啊，什么相啊，什么焰相，灯焰的相啊，电光的相，哇，你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应该不错了。你不要去，不要相信自己，有时候自己会骗自己，不要相信自己的境界已经、到了很好很高，不要太相信自己，还是宁愿去反省跟忏悔自己呢，在这一生有什么过错，然后赶快改正。所以呢、有的同门说啊，上次我不小心按错了站怎么办，以后我们小心谨慎就好了，对不对？但忏悔师尊都讲他每一天都还在忏悔啊，所以这忏悔都完了，开悟者他还是要示范忏悔给我们看。那你说忏悔到什么时候呢？师尊讲忏悔到心空，空心，连心连念都没有。那你说那我连心跟念都没有，空了我再来造业，再来心空，嘿嘿，我告诉你又累积业障。所以呢昨天师尊在昨天等于是星期六了，星期六师尊在西雅图雷藏寺他开示，你就是说他告诉弟子，对于佛法不可以断章取义。我只相信这一段，后面那一段我就不要管它，喜欢这一段就好了，这一段拿来，然后呢把错误的见解还告诉很多人，对不对？空就好，无就好，对不对？根本就没有业障，根本毫无因果，哇，还没证到空性就讲空性的话，那个呢对这个还没证悟的人是妄语，但是呢那个证悟的空性的人讲这句话是可以的，如果还没有证悟的人讲那句话等于是打妄语、这个就是戒律的问题了，大家明白了吗？李祖你好，王香玲，罗丽华，哎那 Anna 哦，上师吉祥。虽然啊呵呵，这个人看到我们是傻瓜呆蛋，但是我看他是佛菩萨，因为佛菩萨是喜欢给弟子考验，师尊是弟子们的珍宝，这么中所有上师也是我们的珍宝，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跟护持。如果你是看这个这些造业的人是珍宝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心是很宽广的。但是有一个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把你懂的戒律来提醒犯戒的人，你愿不愿意 这样子做，那就是帮助一个珍宝弟子，帮助珍宝同门，对不对？我们是看众生在密教里面有一条戒律不可以跟犯戒的人在一起，在那个十轮金刚戒里面也这个是一个很重的戒或者破与破法恼害众生者为朋。那你在这个戒律里面你怎么取舍，你怎么看啊，对不对？佛法都对大家都很慈悲就好了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人会不会影响别人走偏，会不会，我没有讲不一同门，我是举这个例子而已。所以呢你这样子的心是很慈悲的，但是呢我觉得还要提倡戒律，提倡戒律去弘扬去推广，好不好？好，这个就是看法，那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好，你们跟慧君有缘分，对不对？大家都聚在一起，你们也可以跟你们可以也是跟别的上师有缘分啊，莲允上师啊，莲泰上师啊，还是莲月上师啊，连传连满上师他们对于密教那个密法的仪轨，密法的那个很精细的知识还有实修，他们是非常的非常的深入，知道那个莲喝上师他也是很实修的上师，莲紫色的紫上师也是很实修的，这么中有很多很优秀的上师，还有我们的处长们中委会的一些上师，觉得都是很优秀的，所以呢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不能说啊你这个只能在这里啊，不能在那里这种有区别的有分别的大家是应该要一起融合，但是呢人跟人有时候你会去看你以后你智慧越来越增长了，你会去判断去看看这个人呢他某一些是对的，但是某一些还是不对的，那你那些不对的你怎么办？
你要用什么来判断？你要用戒律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符合戒律。好、哦，好，以心讲说要讲忏悔，真的有吗？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好 ，Cindy， 还有 Alice， 丽珠师姐，请问你念的是长咒还是短咒啊？是啊，不想我不大呀，想当神职，比较有个后位啊，他是位后，嘿，位后的人。好，马切利玛，谢谢啊。立足说正摩经五遍，干王经十遍，大悲咒五遍，哦、佛顶咒、尊人咒十遍，回向啊，玛吉尼玛、Angel Link， 上师心咒三千，干王经十遍，王财神咒一，王财神心咒是不是一千遍哦？看人才看到一遍啊、哦。李佩话说莲花童子身口意清净啊，谨记在心。哎 ，Benjamin 念，还有这个谁，吴美燕。高王经五遍，正佛经三遍，大救难咒216，持的心咒540遍啊，百字明咒33遍，心经10遍啊，大力金刚咒加净鬼咒100多遍啊，好，还有这个谁李云家，莲花素秋正佛经3遍，高王经15遍，百字明咒长咒50遍啊，好 ，It is done。哦，今天因为被自己人出卖，忍了不出声，哪里知道他自己来找我吵，结果忍不住吵了，可是非常不开心，也很伤心。我告诉你，我这个这辈子我被好几个人出卖，我们是同病相怜，哎，我还帮助他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他出卖我的时候，哎。哎、把你呢踩在脚底下扭来扭去，把你害得很惨、哎、那个时候因为我正在推广世尊文集读书会，后来我就专心在推广世尊文集读书会，把那个难过的心暂时把它丢在一边，就是转移注意力，所以当有人欺负你的时候呢，找一个事情来转移注意力、哎、这个是我经过的真实经过的那个事件，我才能够告诉你。嘿，有些人哦，就是说常常会安慰人家无事啊，不要执着了。我想告诉这些同门啊，你们是一种好意，对不对？大家也是一种修行人，修行的好意，修行的善心。可是有时候想想看，有些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自己能不能？马上就无事，马上就无心，嘿，马上就不执着、哦、那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事不关己，关己则乱。这个就是在读书会里面，我喜欢去、研究人的那种心，嘿，那种动机，他做这个事情，他是什么样子的动机，那他结了什么缘。那么呢，我们在一种平和跟圆满的情况之下，我们又不与这个犯戒犯邪的共舞之下，但是我们又能够提出智慧去圆满的情况，我们能够做到哪一些？嘿，所以呢，我提出来的是戒律非常的重要，还有遵守师尊讲的学佛法不可以断章取义。然后呢，师尊今天彩虹莲藏师又开示他讲了，嘿，他没有讲别的单位，他讲说。我的书新书这个是忘记第几册了，反正最新的书在真佛博瑞藏、啊、在真佛博瑞藏，请大家想要看我的新书到真佛博瑞藏去看，我一知道了，然后一收到真佛博瑞藏每次他贴出来的信箱，他有一个信箱，他常常会邮寄我最新的资料，我马上公布在真佛天空新闻台，等一下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去看。所以呢，师尊他对各个单位，我告诉你他是平等的、哦、他有一次他跟我讲，在我的眼中没有大上师，没有小上师，嘿，当然师尊是说中委会来帮助师尊协助管理，可是师尊他对所有的单位他都是尊重的，他都是敬重的，不然他也不会提到我们真佛天空新闻台。而我们学习师尊 的精神，我们对官网、对真佛不瑞藏、对燃灯、对真佛报、对所有的单位，我们都是敬重的。嘿，所以呢，只要有好的短的讯息方便可以转贴的话，
你们都可以贴在真佛天空新闻台的短讯，个人神通那些就不要，有些那个怪怪的就不要，但是是很正当的讯息的，是很正面的，对不对？各个单位的啊，你看到燃灯啊，什么报告啊，真佛报有什么讯息啊，对不对？官网什么讯息，不瑞照什么讯息，那个都可以贴啊，对不对？大家一起很平等的分享，那做事情你说什么要叫做公平，我觉得这个都是因缘啊。那我在这个地方我付出的心力，还有大家共同付出的心力，还有我本身的视野跟大家达成的这种共识而结了这个缘，对不对？那我结了这个缘，那别的地方他们各个单位都有跟他们结缘的人，所以呢，什么叫做公平，你不要去用公平两个字来去看什么事情，而是说用因缘来看，只要他是走正法的，只要他是弘扬真佛密法，弘扬师尊法教的，全部平等，全部可以都去护持，没有关系。好，这个是今天我们把原则讲出来。那以后呢，如果有人再去讲一些煽动的话，也不用骂来骂去，你就是把原则讲出来，然后把戒律讲出来，传承跟戒律就好。那以前我比较趋向于说默默承受，我今天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这个网络越做越大了，那也有人也许他心比较软，或者说很容易被煽动的，所以呢我们想保护我们可爱的莲花童子们的慧命，所以呢不断的让大家把原则让大家更清楚将来要走的路，好不好？好，你杀戒被人污，放言如受戒，不能不出声，一点声将戒拔除才能舒缓啊。这个个人的领受不一样，我是用转移的方法，在以前，上次是长寿，好 ，Aston 啊，莲花玉凤，回向 PM2.5 的啊，这个怎么没写几遍？很喜欢会上师哦。还有莲明上师两位都很好，莲明莲温上师，莲明上师他这个在马来西亚弘法也是很有口碑的，所以我也很喜欢跟大家介绍优秀的上师还有优秀的单位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单位都是可以护持的啊，中观堂像莲月上师他有月香，对不对？月香的那个好像是书店嘛，是不是？书店还有那个什么养生的，大家在北部的都可以去护持啊。然后呢我昨天还看到福佑雷藏寺各道场，对不对？弘扬正法的也是可以护持啊，难道你要只护持台湾雷藏寺还是西雅图雷藏寺护持那个大德？不是的，你因为地缘跟因缘，你就是因为那个因缘才去护持嘛。福佑雷藏寺他昨天在 LINE 的讯息贴了一个，我都很想去帮忙啊，可是我实在是很忙，在这里跟大家广告一下，什么事情呢？他们的同门讲说，他们的很多真佛报需要大家派发，我还上面呼吁那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去做所以道场里面那是可以帮忙的，你帮忙的，你说我帮忙这个事情，师尊知不知道啊？那个人帮忙就让师尊知道啊，我帮忙的事情师尊就不知道。你不能用这样子来看，对不对？我们那个护法神将，我今天讲那个，那个英灵铁汉，那个护法神将，对不对？他做那个事情，天知道，对不对？他做了很多很多好的事情，天知道，没有人知道，可是神明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明知道，举头三尺有莲花童子，对不对？有师尊，所以你不要用你的眼界去看，你只要你很热心的去弘扬佛法，去扫个厕所，派个真佛报，派个善书，都是神知道啊。这个你不要担心了哈。没叫过这个李元家是不是？莲花数求真佛经三遍，观法经15遍，反正弥陀常50遍哦。李媚卿也是哦，李媚卿也是常常派真佛报好，以心说真佛报派发也是想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你们可以放在附近的土地公庙、妈祖庙、医院如果你能够想办法钻到监狱，当然你不是要犯法，你要能够到监狱弘法的
去监狱给那些受刑人都可以，哎，只要公共的地方得到允许都可以哦。冬梅你好，哎，对啊，运乡人文馆很棒哦，就这样学。所以那个有一次他们中观堂在辅仁大学办了一个师尊文集书展，对不对？哎，很忙都要去啊，我也是去护持啊，哎，我去的时候连月上师也不在啊。对不对？我不一定要让谁知道啊！哦，去的同伴哇，很高兴有上司去打气，对不对？所以呢，只要是那种不要善小，以为善小而不为哦，或者恶小而为之，这个善事很小啊，不用做的啊，那个恶事很小，赶快去做，都不要，对不对？啊、哦，好，那个谁哇，都讲不完的。雨欣说好，只要有好的新闻或者上课老师有提到，我没忘记。一定跟大家分享，对不对？有教育性的哦，好，有教育性的新闻，有关怀性的新闻都可以。那你贴了这新闻啊，你把那个诶你的看法，好，比较正面的看法写出来，哈，那可以贴在我们新闻台的最新贴文的回应栏跟大家分享啊。所以那个诶高雄淹水的，诶高雄淹水的，希望诶希望能够赶快退啊，哈。好，妈前妈昨天那个画面很可爱，陈林真，我们要常常互换哦，替对方想，才能够明白对方的感受哦。新书268大英山，对，哦，有贴在今天的新闻台，笑看人生哦。好，再来是谁？不会监狱是要申请进去，法院参观也一样。好，那反正呢，这个护法神就讲说，这个魏后他。就是过去世他有造屠宰业杀业，所以呢这世虽然忠义，可是呢还是会难免受到业报。师尊呢就点点头，后来呢到午时，时间一到，师尊真的看到一个中年男子骑摩托车过去。他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呢，他的旁边左边是大卡车，后面是自用车。自用车呢，这个你知道吗？骑机车哦，速度还是比较慢。那后面自用车，他想超车，啊，想超车的时候应该左超，他结果逆向超车哈。所以呢，逆向超车的时候一超过来，旁边有个小孩子刚好冲过来，嘣，紧急刹车，刚好压到那个这个骑机车的魏后，魏后的连人带机车摔到卡车的下面。嘿，全身就粉碎了，然后一股阴魂阴灵就被勾去，嘿嘿嘿，哦，所以呢，在这告诉大家，骑机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呢跟着卡车后面。然后呢，你在大马路上车子很多，人家想超你，麻烦要礼让，以免自己不小心往生了。好，所以呢，这个一条阴灵就出来了之后呢，哇！师尊那个摄魂咒他还没有来得及念，哇，那个瑶池金母的三位侍者青鸟飞起来，嘴巴要咬，结果呢那个什么邓天官出世，好，然后呢也有什么捆哦，有一些众神有捆仙索摄魂铃，有宝塔的，有烽火带的哦。可是这个时候有个神很厉害，他叫做韦陀护法神将，他拿一个降魔杵的，对不对？哇，他身上发出金光，唰就把魏后的阴灵一勾就勾走了，所有人都呆掉，师尊摄魂咒都还没念，哎，嘿嘿没了，大家就散去了。哇，那这个护法神教师尊也讲，以前释迦牟尼佛他在那个居士那啊，那个印度的居士那，在双梭罗树要涅槃的时候，在。快要涅槃的时候，对不对？哎嘛，涅槃之后不是有舍利子、舍利花，对不对？有舍利子，然后那个时候被那个吉迦鬼抢了，然后哎，大家阿罗汉，对不对？大企业虽然会飞，可是还是输了吉迦鬼。后来呢，是韦陀护法神将把释迦牟尼佛舍利子就把它抢过来，所以释迦牟尼佛哎，世尊呢有开示，对不对？在新竹的法会，师尊传观圣帝君还有韦陀神将，哎，两尊护法的法的时候，师尊有讲嘛，他们这是有急行法哦，韦陀神将的速度是很快，光速的咻，嘿，就过去了，哇，非常的快。然后呢，所以后来呢，师尊啊，再回到玄明宫，见到了当初拜托师尊啊，那个，哎，那个勾。
勾那个护法神将位后英灵的那个水官大帝，反正呢当初是水官大帝拜托师尊去勾这个护法神的英灵，对不对？成为护法神的，哇，这个水官大帝看到师尊非常的高兴，师尊我要请你吃饭，师尊呢脸都笑不出来，嘿嘿嘿嘿，哇，他门外呢迎接师尊，可是师尊呢他一颗心忐忑不安，哇，人家交代他的事情又办不好，又办得不好，对不对？要勾那个位后的英灵，结果被人家勾去了。哦，本来还拍胸脯保证说没有事的，哎，一定可以做得到，结果真的是做不到，师尊有点觉得很尴尬。可是水官大帝却请师尊上座，吩咐部下马上摆大摆宴席。水官大帝说：“哇，今天是值得庆贺的日子啊，大喜之日，应该要好好的庆贺。”然后水官大帝呢，师尊更加的难过，正要说明，正要说明说那天实在是哇抓不到那个英灵铁汉，可是水官大帝就讲，还是莲生活佛果然不凡，就在当天韦陀护法神将奉师尊的指令，佛指命令去把韦后的英灵把他请过来，现在成为我们水官大帝这个神功玄明功的护法神。师尊说啊，怎么一回事？师尊不是自己要去亲自去抓吗？怎么委托护法帮师尊抓？原来委托神将他是有他心通的，他知道师尊当时是要帮水官大帝把这个韦后的英灵抓过来给水官大帝的，所以呢韦陀神将他是能够带人这个什么和光接物的，对不对？谦和明智处事的态度待人跟交际这个什么只能讲说是待人跟交际最高的境界，和光接物就是用比较圆满的方法反正呢韦陀神将他知道师尊心里所讲所想的，然后呢师尊也不用吩咐，他能按照师尊所想的，然后照师尊所想的去做，所以呢这个连水官大帝都很佩服，原来师尊想的能够让韦陀神将能够遵照这个法旨来去执行。好，这个就是今天的故事。我还有五分钟，就 Hello 分心地薛亚芳，上师行走短咒5000嘛，是5123，3个零是不是？我有没有念错？然后干完经30遍，然后回向 PM2.5，眼睛突然有点花，举心动念上天之一一存在宇宙间，善念恶念成因果哈。好，大卡车的视线死角真的很多。好，军工军金军师尊加持好梦身体健康啊哇，还有谁与其说不会去监狱要去申请法院参观也一样。今天已经贴了一个台湾珍珠奶茶的故事，他说那个夫妻好像去。有一对夫妻去一个地方玩，玩回来之后太太说我要去吃珍珠奶茶，结果先生都一直不给他买先生急着赶回来，太太一生气说要闹自杀，就关在回到家之后关在浴室说要自杀，先生很怕发生命案打电话来叫警察后来才发现是为了珍珠奶茶而自杀。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会觉得很好笑吗？我告诉你我在看这个新闻我想到师尊开示他讲的不要跟老婆争，跟老婆争的话这个不要跟老婆讲道理，跟老婆讲道理你就没有道理，就失去了道理然后不要跟父母讲道理，你跟父母讲道理你也失去道理那这个夫妻之间我是没有结婚的不大清楚不过呢这个有时候人第一个人女生还是会有更年期更年期的时候脾气有时候比较古怪再来就是这个人在忧郁症的时候他脾气也会比较古怪一点
然后呢，手机滑太多，我告诉你，手机哎呀，那滑手机，那个人都失去耐性了，他脾气也会古怪。我今天还听到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好像是美国奥运还是什么，要准备要给人家考不是那个游戏，这个手机游戏还是那个 game 游戏的比赛。嘿，那比赛那个输的那个人竟然拿枪来扫射，嘿，说听说有死伤很多人，所以手机能够变成那个运动比赛吗？哦，而且呢，现在的人玩手机哦，有的打打杀杀的，会把自己的心性变成进入一个魔域的境界，所以呢，有时候手机玩太多啊，又是玩游戏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心性都会变啊，所以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闹到这样，然后闹到新闻，最后呢，这个台湾的新闻也很好玩，最后那一家卖珍珠奶茶的爆红，在网路上爆红哦，然后呢，很多人排队哦，准备一天准备了300份还不够，大家想看为他自杀的珍珠奶茶，可是那个是哪一家我不知道。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她那个老公是说，因为很难停车，其实也不用停车啊，你就靠边，对不对？然后在车上等太太买完再上来就可以。有些事情哦，不要太那个固执啊，好啊，水莲然后呢 ，Lisa 讲一切都是因缘啊，只是借助因缘生，若是无缘难成事哦。金母法力广无边，也是随缘难勉强的我们吼。没有办法去改变人的脾气，你知道吗？也没办法改变这个人是什么习气。你不要奢望啊，我要改变这个人，我要用很大的爱心去改变这个人，那个人的业障你也要替代，知道吗？所以呢，你还是随缘。然后我讲过啊，还是要智慧。然后呢，你要有戒律哦，你不要为了改变这个人，结果你自己被人家吸收，被这个人影响到，跟他一样，得罪。那你本来要度这个人，结果哦，为什么那个密教的戒律有一个说不能跟邪友哦做朋友？难道这样子是不是很残忍？哦，除非你修到空性，对不对？正德，正德空性，正德无我，还是要守戒律啊。好，与其说就是一间厚黑的珍珠奶茶店排队，清新不是一样很好吗？这个所以人就是这样，你那同一个家人对不对？同一个家人，你要改变太太，还是改变先生，还是改变孩子啊？孩子哦，如果他听你的还可以改变，可是哦，现在的父母给孩子唠叨，然后以为这样子唠叨，那孩子就会改变。我告诉你是在发泄压力。你想想看，你当你孩子的，当你小时候，你喜欢你父母这样子唠叨吗？所以人跟人的那种，为什么有些事情要看背后的原因，要看动机，然后要看因缘。有时候因缘不到的时候，要改变也很难。那人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改变呢？无常，很大的无常发生，让他体会到无常，他的改变会很快。好，哇，这个谁苏先生看到一则新闻，哇，好，剩下最后已经过11点了。苏先生说，我看到一则新闻说，卡车司机正好停在交通灯前面，他起来一看，就让他看到一个机车骑士停在视线的死角，过后他说我要起步的话，机车骑士就躺在轮胎底下了所以这个开卡车的人我告诉你啊，那个有一些节目在报道开卡车的人，有的人是司机是过度疲劳，你知道吗？你以为你的机车技术很好吗？遇到那过度疲劳的司机，很容易就发生意外的好，时间又很快就到了，欢迎大家也常常跟到真佛天空新闻台哦。你不要只有留言那个我们的金头脑答案啊，你也可以写写你看这篇文章的心得，对不对？好，可以把你的心得跟我们分享。节目最后，我们跟师尊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弥陀佛。大家来今天参加我们的真摩天空新闻台。我们真摩天空新闻台是大家共同缔造的园地。然后呢，如果你有建议的话，欢迎私下跟我联络。然后我们不断的再来创新更新，未来也会有其他的活动继续在推展。然后呢，欢迎大家给我们真摩天空新闻台，大家一起为这个园地来按赞、传贴、分享。好，现在这个直播人数都冲到了90几位了，这个都是大家的功德，大家的努力，大家的那种齐心。那我们呢，在今天的读书会里面，我们呼吁的是一个原则，我不是要跟人家对呛，因为我也是不喜欢用这个很呛的话、影射的话来去责备什么，但是呢，我们要把戒律、师尊的开示、师尊的戒律、师尊的原则把它讲出来，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网络世界，在那种很纷杂，因为没有办法看到人的心真的是怎么样的，尽量呢，该避免的、该不避免的还是要避免，该护持的还是要护持。那师尊呢，在这个英灵帖和这篇文章讲到位后，你看他也不是，师尊没有写到他是皈依弟子或者修什么法，为什么这样子的人具有神格，还是一个忠义精神，对不对？还有他的修行、他的德行，还有他呢不犯色戒，是人间稀有动物。所以呢，我们在不断的修炼，我们人其实大家都有犯错的时候，大家都有忏悔的时候，可能大家也有做错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人做错了我们就瞧不起他，但是呢，如果是做错了还不愿意改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看这个事情？你应该是要先保持自己的清净，还要保持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原则。第一个，自己不能够受影响；第二个，还是具足慈悲心；第三个呢，你可以修法回向所有走错路的众生，都最后能够觉醒，得到师尊加持光明的开悟，然后最后大家一起到麻哈庄严寺。大家说这样子对不对啊？我们给师尊祝福。I said, Yabi, Bribri, 今天晚上10点，延伸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大家再见。还有明天是瑶池继母的圣诞呢，阿弥陀佛，拜拜。